我外甥女哦，嗯，轮椅养个外甥女，已经搿个了，已经搿个叫啥？大学毕业，还是到香港去的旅游，钞票倒攒了蛮好，但是伊那小青年女朋友勿大错，哎，阿姨，那搿搭个就是讲搿种。听下来个搿小姑娘新朋友个人有勿啦？搿搭老意思在搿搭唻，岁数侪大了一个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身心研究。从这期视频开始呢，我想分享一下浦江镇这边当地人的这个居住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好吧？走街串巷是我视频的核心内容，希望大家支持。侬上海来的？上海就是讲，搿搭，医疗公司少年养教，办了个搿个农场，农场，阿拉后头就搿农场，上海就农场里向上班，到农场里上班，哦，上班上到退休，就一直蹲辣搿搭。就我儿子女儿侪辣上海，我搿搭有间房子嘛，我就总归蹲辣海，对伐？哦，侬是上海啥地方过来呀、啊？我上海淮海路，淮海路吧，哎呦，好地方过来了那嘛。我儿子囡儿侪来上海，儿子囡儿侪来上海，一个儿子一个囡儿。现在就是说我个老头没了，哦，老头已经去世了。去世了。哦，那么侬搿搭等于一家头啊？一家头，我儿子有辰光领老啦，照顾领老啊，照顾我年纪大了咯，90多岁了，搿么啊，搿一天来一来。阿姨，侬现在90几岁了？啊，哎呀，倒没看出来嘛。我看上去大概75岁左右。哎，不，啊，老小伙子，真的看不出。因为我想，人家90岁的老太已经坐了，该不大动了。侬还好扫扫地咾啥，走走动动。扫地咾搿搭，那搿个地方我帮伊弄一弄，每周种点菜。自家种的菜呢？吃绿色的，哦，那没地瓜，地瓜人家不种过，搿好像是丝瓜嘛，对伐？啊，丝瓜，哎，原来是丝瓜，现在我把丝瓜藤弄脱了，弄脱炒弄脱，那个啥眼鸡毛菜，哎，搿两只侪落下来了，哎，侬不要呀，侬搿个喏，搿个摆辣海面叫大大碗啊，喏，大大碗，那像搿能，哦，丝瓜茎，丝瓜，哎，哦。大大碗，大大蛮好，大大蛮。搿要素素干最好用，对伐？哎，素干的喏，有两只素干。葛末阿姨侬平常勿买菜唻，侪靠自家种个咯。哎，勿过买菜个。也买菜啊。勿种菜个。我儿子来起来辰光，讲啥菜啥菜，阿拉吃了好嘞。吃了好嘞些啊。吃了好嘞。哪能介好嘞些啊？啊？酸奶、牛奶啊，冰箱里啥个啥什么啥么子，我儿子说侪给我买好。哦，荤菜。哦，各种水饺啥么子，土牛。哦，吃了好嘞些。吃了好嘞些。阿拉也工资也蛮好。工资也蛮好，对不啦？退休工资。还有车贴。车贴。哎，还有车贴。阿姨，侬退休工资多少了？我退休总归是。四千几，四千几呢？实际上一般性啊，一般性，哎，对吧？但是比搿搭就是讲当地人钞票多，伊拉只有1000多块行钿，侬晓得伐？当年1000多块没一个够呀，你农村里，农保呀，哎，农保呀，侬是上班个人呀，对伐？对，我是退休工人。侬退休工人，阿姨，侬搿衣裳侪自家打伐？哎，对，自家打。哎呦，侬倒也蛮假个嘛。因为像人家侬搿只岁数，有过一家头生活，有可能会得请个护工咯啥，照顾照顾。阿拉搿搭本地个一个，本地职工啊，伊是比我都俩老早就请个阿姨，来洗打扫是，搞卫生啦，搞卫生，再搞一个大衣裳，
做两三个钟头。嗯，我不要，侬勿要，我跟他侬大说，概一边人家弄了没自家清爽还是啥，哎呦，对伐？那个，不，伊不是上海，上海市区里，阿拉搿个叫啥？搿个叫啥？阿拉个亲家，啊，亲，儿子个这个，那丈母娘也没嗯了，嗯，亲家个我娘岁数个也七，哦，那你九知十道几丈母岁，娘走脱了，哎，嗯，丈母娘走脱了，用个人，一个领袖官，哦，领袖干部钞票多，钞票多，嗯，搿，伊用个人6000块，哦，一个号头，哎，一个号头呀，哦，哈哈，那么就负责买大烧，对吧？嗯。放在伊拉屋里向吗？大家也是嘞，因哦，为伊有两个囡儿嘞，阿嗯，拉媳妇哦，伊拉媳妇阿姐阿姨，丈母娘手，他根本等于照顾老头了，对吧？照顾老哦，头，